粒子效果真的有点多，对。还少量。哎呀，软，软，干的呢？干，哎。Jam， 一样。安安，大家安安。安安。啊，插团团，插一个熊猫跟一个小女孩。对，都还在 Apex 小女孩吗？他来那边吗？他刚刚在 Apex。我看他打到哪里了？我不知道。看，我看一下。来呀。出个巧啊！原来他好像再过来了，好像要来了。哎呦呀，这个草！安，大家安。喂，拍摄，我在改密码，我发现我的那个麦块一直被登入。哦，我赶快改一下，在印第安吗？刚立马改一下。那登入国家有说在哪吗？没有哎、欸，他就一直跳出那个传送代码这样子。嗯，登入代码、哦，所以我刚才在用拍摄，恐怖。我是。是不是那都各种绿绿的了？哇，你真的被害了、欸！那是电脑骇客，不知道怎么弄的，现在电脑这边的感觉都怪怪的。那零八八也被盗了、哦，对，零八八都被盗了，对，好危险！哇，对，你们身上都好多烟呢，好危险呢。对，你最健康的、欸。啊，对，你身上也有烟呢、欸，赶快扁他一下，快！哎、欸，你们把他抽烟了，有烟了，有烟了，有烟嘞！你也抽了，哦，去了去了去了！哇，你这感染最明显的就是你，没错。你还好吗？上礼拜你被黑客抓走，你还好吗？我不记得了，哇，失忆了，失忆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哇，你是被带走，被植入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哦，外星人抓走了。对，我突然有意识，就是我又回来这里了。都上线了。嗯，就大家继续想办法吧。就是附近是不是好像一直开始被感染，想办法找个原因之类的。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上线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不是更像繁星刚上来的时候说，好像有出现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对，就都好像都有东西被家里如果有什么东西改的话，跟我讲一下，我看一下到底什么原因。哦，家里，我只看到一堆村民跑到外面来的，我也是看到很像飞碟的东西而已。所以哪里呀、啊？哪里呀、啊？真是没什么、啊，现在不见了。哪里有飞碟？你再找吧。哦、oh, ，我家动物也都臭臭的。臭。喂，可能有人雀吧，然后感染到那些动物。确实，确实，确实，确实。倒闭哦。效率太好了，好可怕、哦。我没有看到，对不对？我也没看到，可是我看到一大堆村民了。我知道我跑很快，好爽！哇哦。这里有一颗石头。我哎、欸，这个有村民叫村民 A 哎、欸，是正常的吗？啊、村民 A 可以跟他对话吗？那你看一下他们什么证言？证言，看他会不会说什么？哎，对啊，这里没有，拿一下我传家宝啊！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可爱的羊驼，叫什么甜心什么的，甜心，对啊，那草莓甜心吧，还是抓回来的吧？草莓甜心，真的啊。刚刚就在这里啊，哎，这个吧，这边有个羊驼，红莓甜心啊，红莓甜心啊，
什么意思？你谁啊？还是僵尸村民？什么意思？我没听清。你谁？哦，神奇啊！哎哎呦！太诡异。可以把，好，Tommy又出现了。他会变色了、啊。Tommy 来了。Tommy 变色了。他上来不是这个颜色。异色Tommy。嗯。嗯。嗯。希望有人念出来。好的。好的，没有问题。有人要念吗？那就即刻啦。我念。好的。你的话是、啊。接下来的话，我希望有谁可以帮我念出来。我。我自告奋勇。哎、欸，各位应该有发现，速器似乎有。一些腐化的状况，而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显示伺服器追踪病毒这个 BOSS 显示条吧，就是中间上面那一个。然后在大家不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Tommy 我呢研究了这一个骇客病毒。哇 ，Tommy 在想，你好像很厉害，他似乎想要把整个伺服器给毁掉。哦，哎呦，这个伺服器追踪病毒在最后倒数完毕之。之后会将伺服器直接关闭。档案似乎无法再复原。哦，听着，我找到一些解决的办法。啊哈，我发现伺服器已经开始有一些地方开始时空扭曲。啊，时空扭曲，时空有一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场景被融为一，被融合为一。如果可以在那。如果可以在那边发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或许可以把骇客逼出来吧。把骇客给杀掉，或许大概应该可能也许就能解放这个伺服器了。要多少？你要确定呢、欸？目标我找到了，目标我找到了。真的，5000的位置，5000。5000哦，哎，怎么讲话突然变红色了？看没有，可是他在帮我们提醒重点哦，画重点，画重点，他帮你画重点。对啊 ，RPG 游戏那个关键字帮你标出来。嗯，我刚刚拿到蓝料哈，你拿喝下去了是不是？要吐出来、欸！不要吃那个不能吃，你不要乱吃哎、欸。大家去吧，找个什么蛛丝马迹。那就先前往5000咯、嗯、好，那就侦察兵要去了吗？有了，正在飞了，在路上了，好卡、哎，对，好图。DC 是，哎呦，哎、欸，喂，啊，正常了，刚刚我这边冒亮红灯，吓死我。完了、欸、，DC 都被入侵了。我最近 DC 他是直接没有灯的，他是空的，可是可以讲话。直接没灯也太奇妙了吧？感觉不知道，我觉得让先锋部队去好了，我觉得好卡，对对，好卡，今天很卡吗？不用，就是在飞，对啊，哦，让一个人跑。我已经在1000的位置了，这句哦，哎，阿邦你在外面啊？对，我刚刚是飞一半才想说，算了，给他们跑好了。他应该在家，定在家。有耶、欸！我怎么在海地呀、啊？我在海地、啊。说我们的海岸外面好多动物哦、喔。海岸外面？对啊，在我后面，我家海中间。为什么？家海的中间、啊？所以是要把这些清除吗？哦，你是说动物啊？对啊，在水面上。对啊。水面上。还是他们其实是想要搭上诺亚方舟啊？而且还有蘑菇牛什么的。蘑菇牛有啊，他们其实是要来的吧？我的天，小雨，你刚就是海底这边啊？啊，有海上啊，我们的海、啊、海上呢？不好意思，我装了光影，看不是很清楚。啊、你要全杀光哦、啊！你要全杀光、啊，好漂亮呢、欸！啊，他不是说是、嗯，我看一下。哦，有哎、欸，对，他不属于。他不是说不属于那边的东西，我看一下，他说就是时空错乱哦。那我不属于这世界，来吧。你啥不死？打掉了，太没戏，可惜哦。哎，2500了。哎、欸，那一些跑出来的村民是不是要杀掉、啊？我不知道、欸，因为有叫什么甜心那个嘞。对啊，那你们要留要杀，应该都还好吧？我不知道、欸，他的感觉就是。另一个时空跑来的东西，他也很可怜哎、欸。你看到时空错乱，他只是传到异世界就被卡挑战。对啊，他也不是被逼的。
把他圈养起来好像也不是不行的、啊。好麻烦，把一个村民叫王心凌嘛。王心凌，哎哎哎，尊重我们甜心教主、哦。甜心啊，甜心教主嘛。哎呦，完了，可惜了，蘑菇牛没了。你把他杀掉了。没了。对，大哥。还有一只羊驼、啊。哦。好笑。哦，我们新的那个想说去修个装，新的经验塔真的离比较远，对不对？哎、欸，还好、欸，不会啊，我怎么飞这么久、啊？你不用，他换地点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啊。啊，你路有路过鹅卵石吗？白痴，我绕一圈吧，我绕一圈地狱。哦、因为你走的时候又变一个鹅卵石，往下走就到了。好。哦。我想修个床而已耶、欸。哎、欸，这个村民卖两本很少之刃、欸，我觉得很屌、欸。两本很少，我很少哎、欸啊。你要帮他撑个十秒吧。嗯、欸。为什么你的村民都跑出来玩啊？可是他村民，我看他今天那边的村民还是在里面啊。对啊，还在、欸。这是另外异世界来的吧？对啊，异世界村民，异世界的。哦，我那他们应该都很强哦，有没有注意一点哦？哦，他们也是的。欸两个很少之人很强哎、欸，这个啊，阿王这个，哎呦，你看一下第一本跟第二本，哦，很烂哦，很糗哎、欸，嗯，怎么又跑进来？这盘漫游终极二，啊，你到了，我到了。Yeah. 到附近了，但是这个东西是什么？我到附近了，为什么会一些很大的建筑？哦，什么东西？哦，还没完全到了，只是在附近了。用接驳可以投吗？这个接驳哎，空的，是免费的吗？感觉好像可以拿哎、欸，有告示牌哎、欸，写啥呢？觉得这块结果觉得这块地太空，所以盖了一个文字馆，然后一大堆接驳盒，空的。伴手礼，伴手礼，恭喜康康！参观有伴手礼拿。啊，为什么没有打开有蚊子啊？为什么要有蚊子？都是空的。哎、欸，我，哎、欸，旁边底下、喔、山下这边还有别的房子、欸，还有其他的建筑哎、欸。哦、oh ，对啊，这是什么？这边有三本书，可是我打不开。为什么你打不开？我不知道，哇塞，哇塞，立刻把我关掉。哦、oh ，等一下，不太对吧？这里是怎么回事？是古迹吗？哇，好看哦！哎、欸，我总觉得有点眼熟啊。好强哎，这个是不是？哇，太……哎呦，掉下来了！改在这边生存好了啦。哦，这边好像盖的都还不错，就找一间住下来好了啦。改在这边生存了，找一间住下。哦，好像晾一晾药水没有？哎、不。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了解成就盖的啊？那个泥土柱这是怎样？这是什么狼杀地图吗？请问一下，狼杀地图。所以你们是没有找到东西啊、哦？好好看哦！你来看一下就知道了。你来看啊！没有、啊，我已经在啦，我已经在啦。嗯，有座城堡哎、欸。哦。有个气球哎、欸。对啊，有热气球。哎，这要怎么出去？焦糖温馨的小窝。你在哪里？我不知道、欸。热气球。我等一下，这有游轮呢、欸。啊，撞到了。其实游轮大了吧？哎、欸，有超大的那个、欸、帆船哎、欸。有看到了，在这边玩。哦。还有盖到一半的屋子。哎呦，搬到什么？我、哦、跑过去练。好猛、哦！海上宫殿什么意思？没错，要卡了。从此这边就是我们家了。我们就找一间房子住下来了，对吧、啊？很棒哎。红田岛，这里还有在当做空岛游在玩的，是不是？这是看铁道吗？我看到很多观众没有带完的衣服，我感觉不是衣服，我感觉是某观众群之类的。他们有那个哎、欸，空中的。我看到阿尼亚嘞，要不要来？要不要来？要阿尼亚，你要去看，你要去看。我看一下哦，4800，5300，
太大了。阿娘阿娘太大了，阿娘。很大了。去参观咯。看看眼睛有没有可以挖哦。没有了。挖个挖个。眼睛有钻石砖。还有绿宝石。对，他的脸都是石英的。还有鸡眼，他的眼睛还有鸡眼，还有鸡眼也在手。哇，旁边直接蘑菇岛，哎，这个切线很怪，感觉是贴起来的。哦，蘑菇岛直接红土也太，不是这边的，不是这边的生态语态是错综复杂，搞不好我们蘑菇岛是繁殖的啊。嗯。要看他的生态域是不是真的。嗯，要看白龙的。你在看？可是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东西啊。对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是这箱子都是空的。哎，没意外的话，就是复制东那个啦，复制东西用的。可是就是，就是地图，地图拉过来之类的。从其他异世界来的，对，异世界传过来的区域。啊，这个要关掉吗？关啊，不然红色会卡。哦。这还有地牢哎。哦。感觉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棒是啊，对，我没时间盖这种东西。哇，这是石英哇哎、欸、不这叫什么啊，水晶洞啊，对紫晶洞哎、欸、很大一个哎、欸、这是矿坑哎、欸、矿区不是这往下好近哦，很强哎、欸、这里那时候我们要来找海克啊，海克嘞都在去这个房子里嘛，不是吧？太累了吧？还是什么要跑酷啊？哇，这个异世界也有副本光碟。哎呦，平行异世界啊！平行世界。火烧死！哦，我觉得可以搜刮一下了。跑酷训练怎么有这个？跑酷训练，对啊，这上面，啊，快没有火药了，我要回去拿火药了。啊，我还有，哦，我看到异世界的副本了，在哪里？我要捡。你可以穿给穿什么？我丢一次给。没有烟火，感谢。哇，看来、哦、这里的洞四通八达，一堆水晶坑呢、欸！我天哪、啊，丢一半给你们。好，感谢。一堆水晶洞哎、欸，满满的。私人水晶洞，非同意禁止开采。挖起来了，阿发。真的。可惜箱子都是空的。那我不客气喽、嗯。我们箱子都没东西。外乡人。嗯。哎、欸，反正我也不知道，我都挖了，好爽。好多、哦，好爽。水下有没有爽的？要去哪里找人呢、啊？到处看。水下看起来沒……那我幸运高的、啊，幸运高的挖这个就是。怎么这里吹号角？看看可不可以叫人吗？那我走过来想，哦，是难道是这里吗？触发什么机关吗？用号角触发？这打怪的场所吗？应该是打怪区。好，可是都不怎么生怪了。应该是有那个啦，机关哦，可以关灯是不是、哦？这个吧。哎呦！哦，好厉害哦！哎呦，怎么高科技！哎呦，全打坏了，拍谁？哦，这样比较快。有需要火药吗？我可以现在打火药给你们。你可以多拿一点，大家的好像都快飞完了。哇，这里真的很大。嗯，我是好像没看到什么关于骇客的线索。
对啊，我刚刚是都关着吗？不好意思呢，没有错，不好意思呢，你都在那边关麦一小时，不是啦，哎呀，我真的发现有发现不好，真的快关麦一小时嘞，怎么办？真的、啊，天哪，已经关麦二十分钟了，对啊，白痴哦，我还帮你计时啊，你还有五十分钟啊，没有，我说没有，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来计时一次啊？对，没错，现在开始关麦，没有啦，我说我刚刚看到小雨的在跑酷塔，我要来跑。就这样而已、哦、然后还有说我还有讲了一个啦，我要把我刚刚全部讲的都讲过一遍，我刚刚还说什么我们可能要继续找线索吧，这里很大，这样没了，好了，我讲完了，是复读机是不是？感谢你的表演，感谢你的表演，我把刚刚全部的讲的话全部重播一次了。这边地狱进去不知道有没有东西，怎样哦、好酷哦，这东西什么东西，哎、欸、好像坏掉了耶，它不会钻进这洞里啊，坏掉了啊，全部被我吸走了，哇，这刷怪场好爽哦，只有苦力怕跟蜘蛛，对啦，出来这了吗？杰克拜托烟火火药了，就这样，好，我讲了，有有有，忘记了，这个是瑕疵品诶、欸，瑕疵品，他没办法那个啊，他没办法放、欸，还是我放错边啊？不知道诶、欸，什么都不行。你好，有啦有啦，有成功一点点。你好，那也不知道怎么，有时候不行，有时候可以。感觉是他的那个太快了，嗯，他不会往下流诶、欸，失败品。这好恶心哦！太好像把它挖掉哦，那好多次，好恶哦！我的天，我已经挖了很多嘞。你自己看头上是一大堆啊，马上长出来啊，好恶哎、欸！我还有挖掉牙床哎、欸！啊，你为什么挖掉牙床？牙床不是挖了吗？它现在可以挖起来了，可以挖回来了。好爽哎、欸！我是想说你带回家，我想说你摆着不是可以让它继续生吗？我们不是现在可以繁殖场吗？我们现在要把这些全部都挖回家。你家就是我家，我家还是我家。没错。哎呦，你怎么不先挖掉旁边，再挖掉牙床啊？因为王没有，直接挖掉牙床就好了，它就直接爆了。不是幸运的话可以加那个啊？因为我刚刚太兴奋了。哦、太开心了，我跟你讲，这边一连串很多，他们还挖好洞让你直接过去，没事。好好啊，这里人好好哦，他们就是无情的水晶洞繁殖场，水晶，而且这是私人的哦，他说不能挖，不过我已经先挖了，没有挖的，没有人的，不用私人的啦，没有人，不用怕啦，人都不在了，还好吧。还可以啦，人都不在了。哎呦呀，嗯，我们是未来人是不是？我们应该是人都不在了。我们是异世界脑人，异世界脑人。对，啊，我要怎么啊？那请问你这是怎么出去啊？我是 TP 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是随便走进来的。Oh my。好的，就是 TP 出来。Oh my goodness! Oh my god! Oh my god! 哦、oh, ，这里没有，这边是下一个挖的点。哦、哎呀，这边四通八达，全部都是水晶。那我要，我要异世界 baby 打法。好了，我出来了。异世界 baby， 异世界 baby 哦。对、啊、，baby， 你说什么 ？My baby， 好，这张好满哦，等一下。放一放，汉堡王好粗，汉堡王，你来不及了，完了，你是不是有接工？没有，哎、欸，我是前天去吃的，我觉得很赞，我这样我也很好吃，这个也很好吃，我觉得现在是他的新品吗？不是啦，一般的华宝、哦、美味华宝，我吃美味华宝、欸。那我要抱怨，我之前叫另外一家的。就是也是汉堡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红茶什么什么堡，哦，看超难吃的红茶堡，红茶堡，甜的吗？就
就是它的酱是红茶底的酱，好酷哦，不行，超难吃的，奇怪，你好有勇气哦，超难吃的，神奇哦，可是我会想试试看诶，可恶，错过了。哎、欸，现在还有没有、欸？新的是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巧克力的，不是？对啊，巧克力你有吃吗？哦、没有啊，不是啊，我很少吃素食哎、欸，其实。哎、欸，我也是哎、欸，可是大家就说华宝很好吃，我就去吃看，还不错，好吃、哦。好神奇呢！我已经掏空这个水晶洞了，我要走了，掠夺完。啊，我们的阿杰，你火药如何啦？目前吗？目前大概有快八组了吧？机会啊你啊！疯了疯了！来我这来我这，好、啊，我在啦。水底下的有水底下死啊？为什么在？我刚靠一个水底下房子，可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哦，它是空的，它只是一个罩起来而已。嗯，耶、yeah ！啊，这里小，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就是异世界的建筑而已。嗯、对啊，我也都没看到什么。嗯，出不去。哎呦，出来了。还是说、哦、我们要飞到好高好高的地方俯瞰这全部的正上方正视角，它会可能其实是这些东西拼方结构的话拼出了什么。太强了吧。哇哦哇哦。比如说six and nine 之类的嘛，对不对？那个是阿波的密码吧，又不是阿波给你的。six and nine， 硬要不要直接讲，硬要讲英文？这里似乎不是这个伺服器的场景，感受大家应该发现了吧？嗯，大概十分钟前大家就感受到了，确实，但这边似乎找不到什么特殊的线索。谢谢喽，确实。大家不用担心，我再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大家可以先逛逛，给我一点时间。好的，那我可以睡他们的床吗？可以。那你等下重生就在这边，你等下会在这里哦。那我要把他们灵感。要不要直接开一个地狱门啊？没有啊，没有超多地狱门的、欸，就地狱门，然后看能不能连到。未经允许不准动，不好意思，我已经拿了，统统拿走。不行，有没有？哦，有哎、欸，这里有哦，来这里。有没有需要火药的？我这边有刷一些。甘蔗是不是？对，我刚打了一堆甘蔗，这里、啊、我这边有田。这里也有田呢、欸。这里也有，这里也有。到处都有田啊，到处都有田。这边收一下甘蔗就好了。嗯。这里空岛没有火药哎、欸。啊，这一定是孤岛生存，有真好。火药，我家的箱子也还很多、啊，如果要的话。看你们有没有人在乎我刷的火药？有啊，我在乎啊，我在乎，我拿了。跟你说，谢谢杨姐。如果嘛，谢谢杨姐。如果你还需要的话，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来了，哎呀，来了，谢谢阿姐。完全没有，谢谢阿姐。我完全没有那个什么酷酷的那什么东西。你说甘蔗？不是烟火，火药。啊，你就拿火药抓，拿火药抓。火药跟纸啊，跟阿杰拿。我没有哦，没有阿杰的好友是不是？没有阿杰的好友。你是先看他拿给你啊，你不要紧张。阿杰，我们的烟火超人。烟火超人。我们的超人。杰伦是谁呀？杰伦，杰伦，杰伦，杰伦。杰伦杰伦好烦哦好好笑啊好笑哎呦呀哇这一双半场都准备好了呢、嗯、对啊这很香哎、欸、只有蜘蛛跟库里帕哇就只会刷到 30% 的卷而已哦 30% 那你再去合哎、欸哦，对耶，38%，对38%。你要喝什么？把安德塔的东西拿出来了。哈，安德塔里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啊？就那个戒指。哦，怎么回事？我回家。哦，回家见啊！回家见，真的是回家见。对啊。哇，这个甘蔗厂是坏掉的。他们家会迷路哎，这到底怎么出去？那不然你 TP 我，我再。在地面，好，提提你，对不对？会迷路，这里的，这是我的，都不知道谁家。哎，嗯，你还要吗，小雨？哎，
哎，我还有一组，那来，哦哎，哎哎哎，哎呦呀，来了，咦，到处看看，嗯，要看选看哦，喜欢的不要碰，拿去游轮自己拿哦，哎呦，这游轮这样不会修起来，修起来，对啊，怎么？放了一个那个篝火，然后旁边都是羊毛地毯，感觉很烧哎、欸。对啊，虽然可以理解他大概想要做日式的那种，就是大家坐在那边的那个，可是看着就要休息了。修啊，修腾腾呢？修腾腾哦，是游泳池是不是？为什么游轮上面还要放游泳池？有啊，欸、有啊，有的游轮上面会有游泳池啊。你什么意思啊？我看一下，会晕船的人可以在游泳池泡着，不会晕船。我看一下，没意思，你还是在船上啊，不一样哎、欸，不一样、欸。哦，你说泳啊什么？你说这个池子游泳池有差、啊？嗯，哦，的游泳池，你会有融合一体的感觉，是不是？就是那为什么你要在？你讲，我说会有缓和那个对啊，那晃的感觉吗？哦、是觉得是真的吗？会前后左右真的、啊，真的、啊？还是他只是纯粹他想开 party 而已啊？就是 party 的那种游泳池，对吧、啊？是热水，你知道为什么要在水上？GTA 上也有这个啊。对不起 ，GTA，GTA， 不是啊？你在这里泡着，你沉下去就是沉在这，啊，你在海上泡下去就是下去了。你沉下去，你沉下去，船开走就在那边了呢。对啊，有料，就飞天喽。啊、你知道有个冷知识是铁达尼号现在的水还是满的吗？铁达尼号上面的游泳池现在还是满水的吗？还是满水的。这个小知识哦，超过分的啦。好的，里面没有鱼的哦，现在可能有了。里面可能会有各种生物哦，好不好？各种生物。对啊，很多生物知名。生态域很丰富、哦。哎、欸，有没有人不知道啦？活着的没有。哦，那样子。对啦，对啦，活着没有，活着没有。啊，好可怕！地狱点没关系啦，还好，他们都在听呢、啊，他们都在听。Hello， 嗨，那我们要跟他们打个招呼比较有。上面过得好吗？那你要说上面，下面吧，下面过得好，下面吗？哎，不一定吧，不一定吧，不一定吧，因为有一些搞不好就很在上面呢、啊。哦，对啊，是我们才在下面而已，不一定。也是合理。对啊。那你可以先跟下面说，那再过一阵子再去找你啊。晚点见哦。对，晚点见啊。儿子，介符合啊！我去路边敲一个给你，我去路边敲一个，然后敲一下，敲一个给我。哎、欸，路边超多的哎、欸，可以吧？敲一下，然后那个房间里面也一大，有一个那个整面墙全部都是的。对对对，我刚才看到一个各种颜色都有的哎、欸。我找一下是哪里？那东介符合盖家是不是？整面墙都是啊，超扯的。那我不去了、不行，我这个就算过了，我要讲，因为实在太白痴了。他们说没事啦，反正他们耳朵有水，听不清楚。哦哦，耳朵进水。我一定要讲，我在故意讲，太白痴了。啊，那我这边还有一个，他说为什么都没人去打捞铁达尼号？因为他们有权保持沉默。好笑的，今天是什么地狱大会啊？开铁达尼号上面的玩笑，铁达尼的地狱梗。是真的有这艘船沉下去吗？还是有真的有啊？有啊！是真的有啦！是真的有啦！只是改编，没有，它是改编，改编的哦。是真的有啦！哎呦，只是实际状况到底是怎样不确定啦，可能要去翻一下才知道。哦，天哪！哦，我的妈呀！不行哎，我们以为大家都已经够那个了，没想到其他有的人还更夸张的，对，更猛的。哎呀，这里有启动的烽火塔、啊，都没启动啊？有个地方有启动哎、欸，哦，有启动
那可能是我刚启动的。哦，你刚一整排的，你人这么好、哦，我受不了了。有龙手哎、欸，我要带回家。拿拿拿拿了拿了，我咪呀给，我咪呀给。哦，你说你走出来那边一大堆头，哎呦，对啊，想回家可以回家哈，我已经到家了，已经到家了，八八客运，回家回家，对，可以回，想回家可以回家了，不好意思，我已经死回家了。哎呦，杰克，我这边有17种颜色的介符盒，你要哪一种？太多了，不要，我会17种颜色，十七种，我不知道，是不是16把房间全部敲起来？哦。那你很棒哎、欸，你可以凑齐每个颜色哎、欸，好棒哎、欸！来，繁星你要试试。我没有啊，我只是好奇怎么会是17个颜色。我不知道啊。你会不会一个里面其实满了，不能堆叠，有东西不能堆叠。你、啊、你回头，嗯，可是这佛板就不能堆叠不是吗？对啊，对耶，佛板就叠不起来。那不行啊，所以会很麻烦。他超多哎。你捡啊，你捡啊。哦，我罗板拆坏了。很满哦。我没事没事，我要挑一个我喜欢的颜色，剩下全部丢掉。尽量拆，因为我没打算复原它了。啊、等一下，有个是我自己的，啊、有一个要抽奖了。哦，我想说，哎、欸，我想说不对啊，应该还会有一个啊，我身上哪一个呢？抽奖了，到底哪一个什么东西的？抽奖喽！还好，还好，还好，我有想起这件事情。可恶，我刚刚差点跳进去了。差点多赚了一个，真的，我的幸运装全部在里面，这里有住户哦，这里的不能敲哎、欸，为什么？有一只安德从里面走出来，哦，这个住户、哦，住户，原住民，他也是异世界来的原住民，我去处理他，他在底下，原住民，我把他送回他的异世界，好啊，不错，我看他，不错。请问这是三分钟后回家的讯息吗？对，三分钟后回程，回程，回程，回程列车喽！可以要开喽！这是一般的止水晶，好难过，我把它丢掉了。哎哎哎哎，止水晶不是可以拿去重置，然后又变成嗯，啊重置啊，去点重置的那个，再把它捡回来啊！哎呦喂，好的，哎呦喂，好险没把它丢岩浆。丢了直接哭出来，丢出去都是鹅卵石。他现在鹅卵石几率很高，我后来丢切割机都是鹅卵石。对啊，他已经不像一开始这么好用了。对啊，哦，传家宝真的好赞哦！传家宝，那个锄头，那个锄头传家宝，哦，你喜欢对不对？他连挖那个。这树叶啊，什么都超快，对吧、啊？是不是早该用了？有没有？你之前还把它丢掉？我没有丢掉，我放丢掉，我放在我的箱子里。你封存在他箱子里不拿出来，对不对？啊！来做个猪头，猪头。哎呦！哎、欸！哎、欸！啊！海结冰了，对啊，哇，真的哎，哦，生怪了耶，好多怪，我的天啊，怎么突然结冰了？对啊，结冰是哈基走过去而已吧？不是不是，超大片，全部是全部结冰了。那冰霜行者可能要100。哦哦哦，太多怪了吧，白痴哦！哇，撞冰山喽，那个撞冰了，没有反差，不好意思了。我们刚才对话是预知啊，是不是啊？我先看一下这个海盗船是不是要沉了哈、啊？啊，旁边还有游艇，是不是？游艇也要沉了、啊，是不是？对对对对。而且它是下面的水也都变那个了，它是完全底下都结冰的。哇，对，它是有哎。有一些没有啦，像是有长海带高高的那种。别结冰，我的龙源。我的龙源什么意思？我的龙源是包。哎、欸，没有哎、欸，我的龙源没有死，没有事哎、欸。我的龙源死两只了。我回家看。哎、欸，我的龙源死了四只了。你刚刚放到桶子里就没事了。刚刚抓起来，刚刚抓起来。好好残忍。我的桶子。对啊，怎么你的下面结冰了？哦，没有啊，那个大一般水都结冰啊，哎、欸、不，它下面那个不是一般 水源头好像都水源头啦，水源头，
那你要喝结冰水？对啊，结冰水。完了，他要结冰水。快！哎，可恶，这不算是冰冷寒带地形哦。啊啊！想要叫白色青蛙，绿色青蛙，好、哦，绿色青蛙。副本可以进场哦。副本开始喽。哦，隐形，好好。所以完全没有水嘞，好吧，那去死吧。你看，我觉得下面这个好像是当初没弄好，所以他现在还活着。哎、欸，那如果现在放的话嘞？东西招不起来耶，你招不起来哦。好玩的，我要把我自己溺死了。你赶快 TP 上，嘿，好 TP。哇，冰河时期。哎、欸，那这样子的话，我要去看阿旺家。我来倒出来白挖光。我家现在应该很凉的。你家是真的蛮凉的。哦，看起来好凉哦。冰，你知道是我家这发生什么事啊？你家会有无限循环，因为那个。这个冰是不是在火把旁边会融化，然后变水，然后再变冰？难怪它一直在延伸，就我们靠近不去了。我在想会不会是这样，不知道啦。哇，学物哎，很酷哎、欸！我先挖进去。哎、欸，这样用爬啦。哎、欸，没礼貌。好酷哦！哎、欸，我家哎、欸，我想要走进去，进家要爬的、啊。哎、欸，好酷哎、欸！你家还蛮不错的啊，很凉哦。超棒哎、欸！哪里啊？观光景点，阿旺家哦，就在阿旺家而已。哦，天然刷怪场哎、欸！哇，没有错。啊，杰克，你家不是11片啊？应该是吧？我的那个温泉变成哇，全部变成冷跳起来的冰泉，都是小丑鱼，小丑鱼都是小丑鱼。它原本是热带鱼。变成冷冻鱼了，冷冻鱼，冷冻鱼，冷鱼，有生鱼片可以吃了。哎、欸，发发家的鱼池没有坏掉、欸，哎，没有，因为它是在那个，它是在那个、啊、一半的，它是在那个里面，对对对，房接洞的那房接那个真的是少数水源。我家下面也是有那个。现在有那个海带的地方，哎、欸，没有了，它被结冰了。最后的水完了，我的容颜也死光了。我要做啊，我容颜死了。哇，我的青蛙没事，嘿嘿，它没有在水里。青蛙没水好像没差吧？它要跳起来，超好笑的，对吧、啊？短悠悠跳起来，啊、我嘎船，连钓鱼池的垃圾场都结冻了，旁边有冰箱。对啊，全部都结冰。对，哎、欸，阿旺。哎，你家楼上有五个烈焰那个什么那个酿造台，很酷哎、欸。为什么？你要过来看，这里好多酿造台哦。为什么？多酿造台？不是你在丢吗？没有，我没有丢啊，我没有丢。你自己看上面啊，不是这个世界的酿造台吧？你看上面，然后你看这边也有，好诡异哦。啊，我要看。什么意思来的啦？对啊，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这里有哎。哎，这里啊？什么意思啊？哦，是这里。很高职业啊！你家门口也太瞎巴了吧，阿旺？对吧？狂哎、欸！我不知道变成这样，连造型艺术哎，太奇怪了。是五，各位不好意思，速系好像有发生一点状况，所有的水源都似乎变成冰块。你好像每次都累个十分钟左右。对啊，我在想办法，不要没有。我跟你讲，我们他在转换猫语，他在转换猫语。哦，那是猫。他在翻译，哎，他在翻译。你跨掉下，你跨掉下。他说全部都结冰了啊！好，你在回答他是不是？饿了，饿了，我要摘了，我要摘。这样挖冰块蛮好玩的。你就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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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听起来很爽。心碎的声音，古力帕炸开很漂亮哎。对，还是他其实你说我的协调吗？判定我玩家脚下。我说地上的一个洞一个洞。你如果原烂尾的，嗯，你走走走，因为我飞过去没事，踩下去就出事啊。所以我们脚下其实哦，哦，我们脚下有超强。那如果从头到尾都用飞的话，对，就没事啊。你在地上用滑的应该。哎、欸，那好，很高难度哎、欸。哎呦，我的天哪、啊！超高难度，哎呦，我想买净水还不行，
排不进去，我想要海鸥往下冲。哎、哦欸欸，你什么死了？撞死了！我在跟他比速度有没有？我看是他先结冰还是我先冲进水里面去？看来他先结冰死掉，来先结冰了。哎呦喂！哎、欸，是真的，我电脑卡卡的，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超卡的。嗯，很卡，那些怪也都很卡。PC 声音是电的，等一下我冲进来，但是你要进去哪里？你进水里了是不是？我进到水里了，但是他直接结冰，我直接被困在冰块里面。你要用 PC 的，我刚才也是这样子，然后踢出来。哦，好酷，白痴。看到有一个观众说：“哇，这样我们海边都是渔港新鲜直送。”冷冻新鲜，太新鲜了吧？速冻的，对，好喂呀！哎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永新鲜啊！什么东西？你在哪里啊？我这边突然掉一堆画，一堆怪，异、世界来的吧？我要去，我要去打怪。突然掉一堆东西、欸，打画，哎呦，一堆画框、欸，哦，难怪你好卡，装备，难怪你好卡，啊、原来卡是卡在这里啦，太多掉落物了，哦，自己村民也很多啦，把它杀一杀啦，我要经验值，哎、欸，等一下，等一下，这里有一只中介蛮叫大哈基，啊，大哈基，好大哦，啊，我江江爱吃西瓜，大哈基，哎呦喂，啊，哭啊，没事，啊，卡卡卡卡，这只是什么意思？哦，什么意思？他刚说他爱吃西瓜、欸，哎，哦，那你说中介蛮吗？不是，僵尸的名字，爱吃西瓜。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先把这边清一清好了，这边好太多只了。请问为什么会有赞助500块？是穿什么事？那我要把它拿走。你说500块吗？我是最有实力，台币吗？台币？好想要，你还有。我要，我要。这件商品很适合你，等下去啦。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去死死啊，寒灵古玉啊，好恶魔领导。哦，真的好可惜，这村民不是很厉害哦。把世界上最强的装物，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我看你卖什么。好，你下去。下去。他骗子。我是直接杀哎。骗子。他会不会？不卡一点，我都看他有卖什么，然后就然后你下去，应该去哪一桶岩浆？太烂了，哦，我好像有哎、欸，我想倒水，结果水变成冰块啦，不行不行不行，整到岩浆，整到岩浆，我想冲到旁边去啊！地上有醒人石可以，哎、欸，有防爆卷哎、欸，好赚啊！为什么会爆卷？地上喷的那些东西，还有那个啊。那个强效的啊，你在哪里？哇，就刚刚那边啊，一堆抽嘛，一堆的。我其实可以点来看一下、欸，哎，其实什么都有，然后这些什么都有，你可以地上看一下。在当清道夫，哎、欸，我觉得繁星那个比较好用、欸，哎，就点下去就不用捞啊，对吧、啊？身上再带打火机啊，打火，哎，又烧到啊。啊！好烫，好烫！我捡到不得了的东西，什么？懒懒的救急幸运稿子。你知道我们他超强，他超强，耐久35，效率16，修补4，幸运19。哇哦！我喜欢讲这怎么有遇水稿的没有捞不得，直接捡。好扯哦！哇，夸张哦！好扯哦！这东西可以吗？什么意思？应该可以留着啦，我觉得。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冲出来的，好强哦，很强哎、欸！我觉得应该是在异世界没什么限制吧？异世界没限制，哦、好猛哦！所以感觉是我们不是去逛刚那个异世界平行的就没东西吗？哦、感觉一次全部东西掉出来了，哦，它都掉到这边来了，狠狠的！我要回家做打火机。哇！我又捡到一个恐怖的东西了。哇！又有神装啊！一整箱的防爆拳。哦。繁星送我回家。我们这掠夺王。哦，你去哪边捡啊？掠夺王。没有，就刚刚你有那个地啊。
没，就是地上一堆东西，可能就是随机找到的吧。对啊，随机看到哦，这个好像可以藏很多东西哦。啊，就它的。我没看到亮亮的东西。好烂！有人怎么把大妈丢出来？我两张大妈了。不是啊，刚刚就掉一堆哦。灯球睡觉员。啊，我睡。哎呦，谢谢。阿里亚豆，到底？我捡到酷东西了。哦，你睡太快了吧？我睡太快吧？可是我没有起来，他是自己起来的。啊、欸？这应该是强制晚上喽。看来现在没办法睡了。强制晚上了，好恐怖。那我们去村庄我躺床好了，至少不会有夜妹，不然夜妹好麻烦啊。对啊。我想去把他躺床躺一躺。这到底、欸欸、不是啊？他妈睡一觉，我的水晶就变成普通紫水晶，这是发生什么事了？拿去鉴定一下，鉴定看看，鉴定看看，对，应该会复原啊。这村庄好像都没什么床 啊对耶，这边是被那时候啊，对，那个时候把它挖掉，我忘记了啊，忘记了。哎呦，哎，不行，还在卡。我来丢一下东西好了，身上好像都吸到刚刚喷出来的东西。嗯，这异世界好恐怖哦，好多怪人哦，好多怪人，好多怪人。你知道我捡到一个，他写钻石头盔，他是玉髓头盔，然后他五排已锁定的攻击力加20吧。哇，哇，好鬼哦，好狠哦，好狠，好狠啊啊！好猥琐哦哦 哦，原来我想说奇怪，这个画好强，为什么我烧不掉他啊？小雨不见了。哎狗太卡了，那个，你被顶出去了，我被踢出去了，太卡了。我们看清，哎呀，清有啦，有清掉多一点，好像有好一点点。继续枪就枪，枪枪枪，数了，喝水，喝水，喝水啊啊啊！哎呦喂啊！自己。我手被揍了，僵尸啦！你刚后面那几张僵尸我帮你打掉了，谢谢你。你屁股有僵尸，是哦，拍一下，很嗨你。哎、欸，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哎、欸，我随便猜的。冰冰冰冰，东西应该差不多都消失光了，五分钟了，差不多了。嗯，有了。我看看啊，我丢一丢，哎呦，哦，刚刚也是吸到蛮不少东西耶，丢掉。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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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好啊 ，Hello， 好吃，吃好吃好吃哦，我也要，直接加虾，晚餐。哦，好吧，好吧，算了，好吧，你吃，拍对啦，他都挡不腰，哎呦，打雷了，挡不腰是什么来的？有一点二，一点二，哦哦，有那个是天气吗？好，我刚他刚是直接打我身上，哎，我也被雷劈了，我没事，还好我在家，我是被劈了，但是没事啊，那我要被劈，看一下。你要被劈什么概念？有吗？被玉髓涂劈吗？哎呦哎，有求必应是不是？他听到了。你想被劈？好，没问题，劈你一下。那我想要钱。我要钱，快拿钱劈我！拿钱打我头上！给我钱，快点！赏脸，啪啪啪。去刷怪去，刷怪刷怪，轰隆隆哎，中秋秋，中秋中秋，很凶呢，凶凶哦，卡进东西，全村两排。两排酿造台是不是？他会增生是不是？啊，又变多了是不是？对啊，他两排，而且上面还有药水。哦，居然！看看有什么药水、啊？什么药水、啊？哎呦哎呦哎呦，钱呢？哇，钱掉下来了！这个钱
这是绿绿的呢，绿绿的钱。这个卡不是光影的卡，是伺服器的卡。哎、欸，这里不知道我是这边一直 OBS 亮红灯，我在找原因，不知道什么。你网络是不是卡卡？对，网络感觉怪怪的。月月有吗？哦，目前是还可以。影格伊斯有 1.2%， 又红灯了。哎呦喂呀、啊！那就是上传出问题了。没错。你钱呢？一定是吃不够多，吃不够多，那再吃一下，再吃一点，请电脑多吃一点，喂，再吃一些，就继续喂，给我吃，你要给我吃，没有在看啊，看你刚刚拿到什么酷酷的哦，恐怖的东西哦，这里啊，哦、在这里啊、哦，然后这个，哎，顺了耶，好顺哦。现在比较顺。哇，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锁啊？东西都消失差不多。锁了呢，这个锁哇，可惜他的、啊、他的冲烂了，他风卷冲烂了，可是他其实还好啊，没有啊，就是攻击够高不需要防御了，攻击够高摸不到他就死了、啊對，就还好了、啊，对啊。你还要御水片吗？御水片哦。不我不要，冲成这样子，是不是该把它弄附魔弄一弄，然后把它？你就附魔弄一弄，然后贼魔把它毁掉。对啊，磨一下，把它毁掉了，把它狠狠的就到哪里？就到岩浆，岩浆岩浆没用，仙人掌，仙人掌，仙人掌，狠狠的丢到仙人掌去。可见仙人掌比岩浆还厉害，厉害了，厉害多了。杰克要不要和机制把它冲一冲，然后看魔下去会是什么东西？可以啊，可是他那个锁定魔会改魔，我们不知道。我们家好多好多僵尸，不知道，反正就试试看啊。有在打了，哎、欸，有一些感染者、欸，哎，僵尸现在在把它当做经验值来源。修装阿团，你要那个吗？你还要那个御水片吗？好啊，你有啊。有两个够吗？好诶、欸，好啊好啊，我俩好诶、欸、好诶、欸、好诶、欸，我在到处铺我的挖光体，我在修装，哎呀，开心，我在打修复机关，好，哦，哎、欸，掉钻石，掉钻石，打怪有机会掉吧，对吧、啊？你的那个低几率吧，嗯，一趴不是吗？还是几趴？忘记啊，不知道啊。等级越高越高趴吧，嗯，要看一下现在是几趴。我在，这是哪？哦，我看到你了，给你。哎、欸，这个钻石不是我的、欸，我以为是我的、欸，是谁的、啊？可恶，好想捡哦、喔，捡不到，太难过了。很棒耶、欸！我要去地狱再拿回挖光体来铺。不是啊，在海边、哎、就看起漂亮一点嘛，反正都结冰了。可是刚有一颗，刚有一颗怕在海边爆炸了。没关系，那个爆很多个。哇、啊！那我现在开始乱挖，你们会疯掉？我不会，我也不会，还好吧？那我去远一点的海域挖挖看。你挖什么？挖、啊、没有，我就只是想要唰唰唰唰很爽而已。我就想要听那个冰块爆开的声音。锵锵。哦、好开心哦！钻石砖呢、欸？钻石砖，我捡到了、欸。钻石砖哎、欸，啊，地上掉的，啊，好爽、哦！哎、欸，掉很多哎、欸，哦，捡到了、啊。我在地狱哎、欸，我这边捡到，这很多颗哎、欸，它还会掉虫子石，它是掉落物旁边有钻石砖啊。钻石砖哎、欸，对啊，就真的在地上捡到的，没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天上掉馅饼啦，捡、啊、很多钱啦，各位。我看到这个骇客还是不要走好的，他看起来好像挺开心的。对啊，骇客好像人不错哎、欸。那可以升级一下掉个陷阱吗？掉陷阱，掉个台币之类的。啊，笑。哦哦哦哦，沿路捡呢、欸，笑，他是都很低，哦没事，捡钻石，
就是我去拿防爆卷的这先给你。防爆卷那么一箱，我刚捡到一箱。那强绿一箱了，去拿强绿好了。强绿啊，这拿去这强绿比较开心。太多了吧，先拿去，先拿去，这是我的闯财产了，冲把它冲烂，快！开冲，开冲！啊，五青蛙怎么剩两只？啊，怎么有人把效率 X 的钻石球放在箱子里啊？不要了。你我们的 Tommy， 我们的 Tommy 配音大师。哦，不好意思，那个在忙。看来病毒是不是看来病毒是不是有一些钻石砖冒出来？对，嘿，嘿，他这次延迟比较短一点。我们刚捡到耶！哎，对。啊！我看到个受感染的僵尸，两个困在船上。又多捡一点吧。哎呦！打掉了。不是打到我是不是？我是被揍了一下。没有，你刚刚自己撞到地板。哦，对。感觉伺服器真的不太妙。前面几个都不太妙，但这个钻石砖蛮妙的。会把钻石砖还掉？没错，只有这个钻石砖蛮好的。但是其他不妙，这个有幸福的感觉。我的青蛙他们都不下挖光体了，真的假的？哇，不妙了，不妙了，不太妙，不掉挖光体，改掉钻石砖吗？哦，那没有啊，都没掉啊，更改基因。这怎么这一颗捡不到？就刚刚就那个团团也是说哦。这颗原来不是我的哦，的哇，可惜，很难过哎，不知道谁的。嗯，哎呦，杰克继续冲冲冲，他有很多卷，快，爸爸都抖内了，继续冲，继续冲，把它冲烂，我去拿魔石，磨起来。那我拿这个砖去给你，刚刚反正是捡到的，我也拿给你。哎呦，我回去拿个东西，然后跟团团上次一样，团团我的船掉岛嘞！你不是说帮我上？你不是要帮我刻出来？啊，忘记啦，忘记要帮你保了啦。哎、欸，你在哪？我回家拿东西。还没有钻石砖啊！啊、哦！哎呦呀！怎么了？我发现剑符而已，卡了一下，撞了两次，到处撞。对，所以我在做一些比较安全的事情，不要离开表面。啊，没事啊，撞拿着火药箱了，拿错箱了。你想，你这么火爆吗？对啊。哎、欸，我还有冲到保护石，应该是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啊，其实保护不用很高啊。对啊，反正保护不是总共才二十还是多少？对啊，我记得不用很高、啊，其他的再加一加就够了。对啊，尖刺不要乱加。磨好了，来，我这边还有卷，旁边的箱子，。啊。哎呀。叮咚叮，魔石准备好了，放到那孩子里面了。强绿，最后一阶，来给你，再来。哎呀，确认一下，轮你身上喽。然后，你怎么没吸到？那鱼身上满的。哦。哇！哇、wow, 哦！直接上去耶！可以，这可以，啊、真的哎，该、啊、磨它了。它很适合变烂。So happy！ 哇，太该来经验值了。十一，呼吸也不用多吧？耐久四就够了，修补好像就只是这样了。对啊，差不多了。再来就是磨它了。嗯，啊，另一边，换边，究竟它会变成什么呢？磨磨魔力变四十，哇，四十，那就是最爽的。
附魔的蛤蟆增加啊，对，相较之下比较废的，可惜了。而且保护还没加到，啊，他加到别的，保护还没加到，没错，他加到水中呼吸，水中呼吸耐久修复，哇，可惜了，不算整个烂了，但是还可以啦。没有，他一关单独光看他那个绑定都是攻击就很强了，对啊。我不是打蜘蛛，那我退下来的帽子有人要吗？主要是打蜘蛛了，遇水的。你的遇水帽是怎样？我看四排攻，我放箱子。好的，拿走。好的，因为我的帽子只有这样啦，哈哈。你的帽子好好随性哦，超随性的吧？那。我要太快也是有困扰哎、欸，这样怎么了？是轻轻戳一下，就是所有东西掉下来了。我开始下雪了，嗯，下雪了啊！我这里是雨啊，这还是下雨，哎呦，下雨，可是地板有雪，地板开始有雪砖哎、欸，哦，地板是雪，但是没有下雪，还是下雨。哇，这冰雹了吧？下冰雹了，哇，真的要爆开了呢！嘣嘣嘣！简单捞公公，是不是该挖个雪球了？挖雪球？哎、欸，打雪仗喽！对呀、啊，是不是又卡卡的？嗯，噔噔噔噔，我看大家都是一动一动一动这样。对啊，没关系，我把海边弄得很开心，越来越大片了，好耶！应该不会吃掉吧？看起来不像。應嗯嗯，请说。没有那个，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机缘台底下有一个 BOSS 生成地。啊？机缘台？对啊，它有一个标签呢。我看一下啊。你有看到出 bug， 我把它删掉好了。哦，对耶，我走了。溜了。哦。咻咻咻！咻咻咻咻！走喽！哎呦，撞老鼠！走喽！好像开始有一些冰啊，有些雪嘞、欸。然后会不会这里整个变成雪地啊？哦，挺帅的。那我们就可以来玩挖角胶大赛。我以为是说等一下会有人唱歌吗？各位，其实他的 boss 泰克就是他、啊。哇哦！哇哦！很深哦。哎呦喂、啊！哎呦喂、啊！这个真的藏蛮深的哦。哎呦喂、啊！真的是没想到。啊哦！哦！快点，多生点怪。哎呦！吓死我了！挖雪吗？我怎么身上有雪球啊？哦、有，我刚割的，好丢、欸！血越来越多了、欸，嗯，好多血，嗯，原本没那么多的，它变多了。喂，哎呦喂呀、啊！哦，真的，地板都变血，画面很乱，画面很乱。画面很烂。你在玩什么灾难幸存者吗？而且它雪是整块都变成雪砖。对，它是雪砖。它不是一层雪掉下来，覆盖掉了。你还说，好了，其实我们到时候要等它全部转变完之后，我们从天上往下往下看，它会。怎样有密码了？是不是？还是一个密码？哇，有了 QR code 对啊，一个 QR code， 然后扫过去扫，然后扫过去是那个瑞克摇。找过去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奇怪的影片啦，然后呢，我们看完之后，我们大家就会呛掉，我们就开始就是发疯这样。大家都疯了。你是说那一款游戏吗？疯了疯了，大家都疯了啊！你说弹丸辩论吗？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不知道，看完变疯吗？笑死！怎么有人下来踢下掉？怎么才是这样？你有点大呢！我
之前哈基弄的你都没有参与，是不是不想打哈基弄的？哦哦哦！不知道原来我没有杀这个、欸，哎、没杀那个。哎呦，一直以为自己有的。对啊，我神奇呢、哦，所以没下雨了。啊，我们这还是有下雨。哪里？你是平行世界了吗？哦。哪里没下雨？地狱吗？有一区啊，有一区没下雨，在那哦，有一块吗？副本上面是有东西挡着啦。哦。那我屋顶哦。哦。有屏障啊。区域啦。没啦。哦。你外面还是下雨啦，没事。你不喜欢下雨吗？不喜欢。我知道我最近出去都会下雨。那你来，我今天出去还是下雨，请来北部，谢谢。需要你。可是今天有啊，嗨、对，一如既开始出现雪了，一如既往的延迟。你好啊，哎，旅行者，我找到一些线索了。哦，哎呦，哎呦，说有新线索了。这个骇客他是他谁？嗨 ，Charles， 你 是偷偷帮他讲话？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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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哦。恭喜 Tommy 不见了，对，被打死了，完了，他被抓到了，哇，他被抓走了，他被抓走了，他基友不要抓他，他讲过了，哎呦，他来了，原来就是哈基，他都在睡觉。对，他在梦游跟我们讲。他刚刚明就在跟我们讲话，你说他在睡觉，我抓到了，抓到了。哦，你在搞，是你在搞。知道是谁了吧？是假的，是不是假的？那是一只机器猫啦。哎呦，哎呦，哎呦，不好意思。开启副本。我来这边找 Tommy 啦、哦，没有，没有，他不在这。你们他没有在上面哈。他没有在。你们以为派一只猫来侦查我就不会被发现吗？妈。妈，你看嘛，你不要装了，说自己的话。妈，我在开台啦，妈。妈，等一下。那我在开台，等一下啦。我在电视器有个吵啊。好了，我等一下去吃。到底下一次鸡巴你让不下一次，到底干什么？我跟你说，你要做神仙的，还有请餐厅就好了。好烦哦。疯的疯！哎呦呀！哎呦！哎呦！为惩罚你们，我必须加速伺服器的病毒。哎呦！哎呦！要加多少？然后加是是、哦、加九五，加九二、九五、九八还是超？要加哪一个？所以它是有那个加速器耶。他开加速器、哦，他本身是骇客嘛，他什么？对啊，有没有推荐 VPN？ 有没有那个优惠码可以输入？啊，有没有前三个月免费？这个时候可以插入什么哟？好像适合插入什么？瑞克摇，我们可不可以半个月后再来一次啊？没有啦，疯了。哦哦，加速加速加速啊！什么加速？没了，直接电到一半了。对，哦，上面那一条，我说什么东西加速了？上面啦，上面。看来他这个加速好像哎，蛮好用的。加速挺有感的哦，怎么用的？对啊，他停了呢。有没有推荐的？有没有推荐的？他自己是跳比例的，蛮快的。嗯哦，跳趴数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很好用吧？想知道是什么吗？虽然不是骇客，这东西挺好用的吧？没想到这东西看起来挺好用的，对吧？疯了！哎，音乐杰克，杰克，杰克，我刚讲啊，
有个桥加速是吧？哦，有我呀！哦哦哦哦哦！出去玩了，出去玩了！我这在冰上跑很开心哦，冰上超滑的哎！不是我出不去刷快闪啊！哎，发发嘞！哎呦，我出来了，我出来了！哎，完了，我飞超快，是吧？大家都飞超快，所以蹲下来会比较慢，蹲下来就比较慢。耶！我又反了一条。在冰上跑也太好玩了，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我还在飞。但冰上跑超好玩哦，对啊，很嗨哦。可是我已经很快了，我再快，我其实要飞出去了。还不错啊，可以啊。要吐了，要吐了。我很像那个，你知道吗？我再跑一跑会顺回来。还是我们现在来玩个挑战，谁可以进爸爸家？哇哦！你说不能受到伤害吗？谁可以在死掉之前冲进爸爸家？不可以蹲下。真的哦，冲去杰克家了啦！冲进去，哦，好难、欸。可是为什么你看我的走路好正常啊？为什么你是正常的啊？我刚从中介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你没有被搞到。可是我刚刚去中介是有被搞到的，可是我不知道回来为什么没了。穿越，我卡住了，我出不去。我好像后面卡住了哎、欸。哦，对啊，我粘在美果虫上，为什么？粘在美果虫，还是你们就死掉吧？来啊！对不起，我哎、欸，我没事了。哎、欸，我正常了，欸、正常了。哎、欸，正常哇！我还没玩到。哦，好饿哦！那吃一下，吃一下。哎呦！你还是拿我家当那个。闯关地盘，因为你的那个太难对了，你知道吗？对啊，没对好会受伤，好好笑、啊。会，你现在是障碍关卡，地上有垃圾，谁丢的？可吸到不可吸到？打撞球啊！你要跳过去有没有？那肯定会吸起来的吧？咚咚咚。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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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僵尸！哪里？哪里？路上，哇，这边超多耶！我要经验耶！ Yeah. 我来了！哎呦，哦，好多！嘿，来啦！哎，看到了！哎，对，又是这个僵尸，受到感染的僵尸，有名字的僵尸。我经验，然后你就被砍了一刀，没错。哎呦喂！耶！哦，你回来了，他醒了。猫咪，给我罐罐。进啦！哦，更多的僵尸哎！哎呦，好喂，好喂，哎呦，好喂！啊！我是不是砍到人了？有人趁机偷啦！有人趁机偷啦！好痛哎、欸！哇，砍到人了呢！好狠哦！别别别别别！我看不太清楚人，请小心。我也看不到哦。什么？我把酒回回哦。啊？可是我看见不足，我看不太清楚。我知道骇客是谁了。是谁？谁？到了谁？还是说就是谁？你又不见了，你又不见了，完了，你是讲完了后就烂钱哦，没有，下次你要说，我知道还有谁了，是谁，你就直接讲出来，你要一次讲完，太乱了，没有，不要再分段了 ，Tommy， 不需要起承转合，好不好？我们写作文。不是你就一口气念作文的吧？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直接讲完就好了，一口气勇唱，坏人不会等你。一口气，等一下，为什么你讲的像在施法、啊？等一下，对呀、啊。对啊，不是啊，法师你就要练成武勇啊，你还在那边勇唱什么？武勇很难呢、欸，他是高端法师哎、欸。对啊，武勇唱就可以施法，好不好？对啊。现在转身到异世界，谁跟你在咏唱？没错，都只有那些过时的原住民。哎呦喂呀！嗯，哦，这个还没修，修一下。马哥，嘿，修好了耶。
从游泳变无泳唱，感觉就会花很多时间。你们想知道我是谁是吧？啊，一阿秋，叫什么？我是谁？皮卡丘。下礼拜你们就知道，下礼拜你就知道。OK。啊，托米，下礼拜才出现是不是。托米，哇，下礼拜完了，托米他被 ban 了一个礼拜。好恐怖。哎呦呀！皮卡丘，怎样？我不会飞。啊，你不会飞？你的翘翅被害了。你就是被害了，这样是被剪一个破洞，飞不起来。可能碰到隔壁棚的吧，准备升二代那款游戏的骇客吧，直接把你害下来，你没办法飞，这样飞不起来了。好，哎、欸，哦，那个吗？对啊，哦，哦哦哦哦，这样子。没有，繁星刚刚知道说某个即将二代的骇客，哎，天亮了，是啦，突然就天亮了，哇！我只知道超越手表，哎，对啊，不是超越手表吗？是啊，是啊，你有错呢，就是手表是什么？Overwatch， 哦哦哦，超越手表。那还有人在玩吗？那款有啊，最近二代有，其实回温回蛮多的，已经出来了，没有啦，没有，就是测试版，测试版，他现在一直都在积极的测试中，对吧？说一号一代已经完全被取代，差不多了，要拜拜了。对，他说，坦克就从两个坦克转为一个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没错，坦克不能乱冲了，不再有双坦了，没有错。可是其实好像，嗯，其实还好哎、欸。他现在坦克都改蛮强的。我他出我是会去啦，因为我自己玩过二代的测试，我体感我自己其实是觉得是好的。嗯，就是因为你在一代你那个坦两个啊，问题是坦就是没人玩啊，你光排队就排很久都在等坦啊，对吧、啊？其实我说要改一个，我觉得还 OK 啦。对吧、啊？玩起来是 OK， 不然你要以前一代玩起来啊，那个时候玩起来感觉是每个人都是在哦，我把你护盾打掉，好，全队撤退，等一下，对，护盾满了，好，一起冲冲冲冲冲，好，护盾满了再一起冲啊！现在基本上就是你要去算说什么时候要那个啦，要冲要才能进攻会比较好，这样。看看我们当时机器人推塔啊，终于赢了，哦，真的推好久、哦，真的是推超久，哎、欸。哎呀，对，这一次二代它是免费的哦，对啊，免费哦，嗯啊，你们啊之前账号的档期会全部都寄会移到那个二代，对对对，这样还有说是不是用寄票的方式啊？对对，他就是要搞机票，哦，对，所以他的机票是干嘛的、啊？应该也是一样吧，造型啊，造型喷漆、箱子啊，对，就是跟 AK 一模一样。嗯，这样才赚呢、啊。没错，感觉现在的趋势都是这样的。那肯定是这样才会比较赚钱，会刮粉，嗯，这样子会一直也可以有维护伺服器的钱啊，对吧、啊？嗯，挂多不多？这我就要这个就要看他们的抓挂能力了。这不知道，好好奇哦。微软可以吧？不知道哎、欸，大微好奇哎、欸，不知道。欸Overwatch 现在也被微软收购了，对吧、啊？所以就是暴雪这样子收购，对啊，暴雪这才出这么快，对。然后另一款就直接放了、啊，那个暴雪英霸是直接放掉了。啊，他是说直接结束了，不是吗？没有，还可以玩，就是、可以玩，没有只是不更新了。哦、嗯，就是伺服器维持，但是就不会有新内容。没错，嗯，对吧、啊？然后。哦那个 Diablo 就是就他们现在感觉主要是要求 Diablo 跟那个 Overwatch， 对啊，嗯、没有他四代跟的消息其实也跟得很频繁哦，对对对，所以就是他们现在感觉就是着重在这两个 IP， 然后暴雪英霸就是拜拜，再见了，
再见了。Diablo 的手又不是被喷烂了。对啊。烂呢？是啊，我有去玩了一下啦，就普普。没有没有，我是用那个电脑版装的，这样。哦。你那好开心哦。很开心耶。这边全部都是钻石砖耶，我已经捡了两组了。为什么？啊，掉落物啦。这挖一挖就有吗？没有，是不知道，没有刚事件吧？是突然又掉下来的，是不知道，还是刚刚的是超过五分钟啦？对啊，就是这应该是刚掉的，但是后来又掉的，应该快去捡钻石喽！你刚刚是不是掉落物都没捡，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刚过来这边底下就一堆，这应该是刚前面有人在挖吧？然后刚好这附近有读取到，然后后来低开之后这边没读取到。应该是这样，可恶！应该先问你在笑什么的，你笑好久。他笑超爽，那这是发财梦，好不好？我捡到，真的是发大财了耶！那你要谢谢骇客耶，感谢骇客，我捡了108个砖。哇哦！对，哇，太狠了，好赚呢，赚烂了，赚烂。你出门要小心耶，出门了。我觉得我出门也要小心的。我为什么可以捡到异世界的东西吗？哎呦，异世界很强的高，你捡到垃圾。嗯，哎，嗯，我只是要打这个而已。哎呦，有嘞。呀，惨叫！啊，你在附近啊？对啊，我刚好经过你旁边。哦，啊，经验值，经验值，啊，丢一下，丢一下，这些通通丢一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会说打这个冰块很快乐，很开心。你拿快速的很快乐啊？对，好快乐哎、欸。我是一直在赌那个我的挖光体，超开心的。那你要拿来看这个吗？欸、很漂亮哎、欸！来，你拿这个，你拿这个挖，这边哦。嘿，这是什么？别别别别别别！哇哦！好，然后下去挖。哎、欸，好，你是下去地狱挖吗？是不是？你下地狱了。而且这个高度才几格啊？因为我只有半格血而已。血太少了吧？哎呦，真的是啪就没了。啪没了，啪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啊，好爽哦！哇，用完了，很开心对吧？哎，回家。然后有观众说，是用二代没有箱子抽哎。哦，对啊，他好像换别种形式啊，就是箱子也没有了。啊，你的他赚什么？就季票吧，那季票啊，还有那个 PVE 啦 ，PVE 好像是就要买的吧，没记错。还有 PVE 的，对 PVE 的剧情是另外要付费的，就他就会有一点，就会有一点像就是那种枪战类型的剧情游戏那种感觉吧。对，就是像 COD 那样的。对对对对对对 ，COD 哦，我以为是像之前那种就那种守塔。会有一次现在一直在打你这样子，这不知道会不会有形式，不知道是怎样啊。因为 PVE 的那个天赋是可以点技能天赋。哦、嗯、哦， PVE 我就兴趣了，对吧、啊？打玩家干什么？累死了。啾啾啾啾好可惜哦，他这边这个废墟这边东西箱子是空的，不然那边可以收挂很多东西。嗯，有还是有拿到一些啊，杰克那边有一些些，杰克还是有拿到一点点，仅存留下来的。没错，有没有看到遇水捡，剑符盒捡，全部捡，什么都捡起来。哦哦，这里有个浮空的，这是什么？哇，那八，你要不要顺便把这一格的也海草打掉再？有啊，我有打掉啊，打掉就可以了。哦，因为它的水会一直生成冰。嗯，然后来打海草。我刚才有边走边打的，我把它全部都填平了。嗯。填平。
你是说你挖掉了再把它填回去哦？没有，就是刚炸掉的那些啊。哦，他去远方挖，然后带回来填。哦，我万难路程，那可以溜冰了。好，可以赛船呢、啊。哎、欸，对，冰上开船很快、欸。对啊，我刚玩了一下，晕，溜起来，超晕。晕到不行，嘿，噔噔噔噔，哎呦，怎么又有骷髅马？你们应该都打过了吧？有打过了，你是每个礼拜都会一次啊？因为每个礼拜都遇到，你知道吗？怎么突然间遇到？突然看到，对吧？会有泡泡，什么泡泡？下面灵魂沙吗？不是，这是那个感染的那个烟泡泡。哦，有幸存的鱼缸躲在海草里面是不是？我觉得冰下面有哎、欸，我刚刚有看到在这附近。你要挖掉吗？你可以挖看看。船啊、哦、船啊、哦，对对对对对。嗯，感染的船，感染的船，感染的船。阿旺家的、啊，上次你不是有个感染的船？哦，那个 哦，好像原本打掉，然后又放了。突然打掉了呢。是新的感染，难道就是他？好了，其实魔王是他啦，打掉他。No. 就是船是骇客，对，打了吧，打了，打了，打了，赢了，我妈妈玩这么久了，终于，我妈老师玩这么久，终于找到了，抓到你了吧？对，这是什么呢？来看看，哎、欸，这有海豚的声音。啊，海豚还可以活着哦。都这种样子，我听到海豚的声音。海豚，你很强耶、欸！在这附近，在这附近，那把它全部打掉，不让它呼吸。烟浮在半空中、欸。对对对，这边下面。烟浮在半空中。对啊，海豚游泳的声音。这个烟是浮在半空中的，这是什么？哎、欸，真的耶！我去看。他进行是不是？他咬啊！我说这什么东西浮在半空中？拿刀砍砍看啊！拿刀砍砍看、啊，把那个烟砍下去的好了，煮一下那个烟灰，给砍下去的，就知道是什么了。哎呀，哎呀，看接下来就是，我知道了，有烟先灰看看的。哎，我的船被开走了。哦，这是你的船啊、哦！没关系，我有刚刚冒烟的船。冒烟船感觉。感觉跑比较快哦，什么呀？哎、欸，有氮气加速哦，绿色的转弯，可以甩尾。哎，我们卡的虎卡，你要做到，好，走走走，我一定做得到。甩尾，甩尾，打掉了，直接打掉船，哎，船嘞。哎，玩小船本啊。那我要动手了，你拿到吗？我推，我推，我推，推一推。你就不要被我抓到啊，小雨。可得。你确定啦？我要起飞了。有毒尾掉哎！我都塞船套哎、欸，我都已经跑灯了呢、欸。这样子，你就搭船前面，然后放着那个冰柱哎。我就是我的领域。哎、欸，怎么又一堆僵尸啦？这样打得到你吗？打得到你们吗？好像就驾驶座不能打人，对不对？好可惜哦。对啊，對哦，所以我可以打人。对，你可以副驾可以打人。对，打副驾不要拉钩，可能会打到前面那一个。对，打前面那个人。对，打这个也都一直在乱跑。我打他啦！哎、欸，卡住了，卡住了，卡住！哎、欸，要把船打住了！哎呦！没事，再放一条船。划船哦，可恶可恶，划船喽！啊，中卡了，中卡了，中卡了，撞船了，卡住了，卡住了！把他们打掉，把他们打掉！我打掉，打掉，打掉！碰碰船，碰碰船！粮食要吐一片了，他们已经要吐了，他们已经要吐了！我自己也要先吐了，哎、欸，我要休息了。哎呦，哇，这边挖光体这样放上去真的是不。漂亮哎、欸，很漂亮吧？
那种高高的地方看，他说一整片片他说很漂亮，然后开始把它挖掉。哎，那一直紧着挖光体的那些青蛙已经不会再生了，放尊重哦。没有是啊，没有僵尸吗？僵尸什么东西？哪里？什么僵尸？我都是一大堆僵尸哎！给你打了，给你打，有热心装，给你打，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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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在海上很开心。等下等下，好黑好黑，等一下，好黑，有那个有一组那个谁？啊！我来了，我来了！一族啦，那个什么英雄要来了，跟那个星星的怪，新的 boss 的那只哦，看起来黑黑的那个，他是他卡在哪里啊？为什么感觉他死了？我砍死了，我超黑哦！我还没，一个是一刀砍死吗？好多，有四刀东西哦，对不起，一定是杰克的掉落物。对，那边有一整坨的杰克掉落，杰克掉落，杰克掉落，哇，听起来蛮怪的，但算了，有几年工作经验就是不一样，专职打手，对啊，真的呢，啊，打到人了，没事，没伤害，哎，有，挖到 New Challenger 了。在那个地狱门那边，来哈吉家，不见嘞，在哪里？刚在黑科技这里，我在地狱。我刚刚有看到他，刚有听到声音。他爬下去了，他爬，他躲起来了。New Challenger， 他吓死啊！好吧，团把他吓跑什么？哎，我还没看到我吗？他听到你讲的话吓跑了，还没有嘞，好过分哎，太快了，我先走了。哎呦呀，哎呦呦呦，有声，我看到了 ，New Challenger， 我看到，哎，他不见了，他在玩打地鼠是不是啦？啊，蛮像的，很烦哎，地鼠，蛮像的，他在黑的，他要下去，他下去哦，黑的还没接到，来 ，New Challenger 在我旁边。他又下去了，他好低哦，他真是地鼠哎！我们看谁能够先打到他一下，谁就赢了。没有，他动画的时候是无敌的。对啊，你说在那个几帧里面吗？对对对对对，谁打到他谁就赢了。聊天室呼吸啦，这样子。对啊，可是他会是无敌。是丢打小雨，我张嘴的音乐。哎，他把帝王挖掉，因为他这样子还是看起来蛮可爱的，你知道吗？嗯，打不到他那个，他爬起来的动画跟下去的动画全部都是无敌。哎，他往下爬，跟着他一起挖会怎样啊？不会吧？哎，我直接死了，我要拿铲子出来，我要拿铲子出来。然后一挖，然后啊，怎么只有半截？拿铲子吗？有哎，有哎，有哎，掉下去了，再一次，再一次，有啊，就是宝可梦啊，地鼠的下面长怎样？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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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打人呢，他们掉下去哎，嗯，罗基啊，好可惜哎，他好快哎，对啊，他太快了啦，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好快，一秒就不见了。对啊，那好像也没有办法。又来了，又来了。哎，干嘛？你快点起来！干嘛？怎么？你也想，你想要捡的，是不是？哎，底下怎么有亮亮的？有人在挖矿哦，生产煤矿。我刚刚用效率时跟他往下追。太开心了吧！哎，我的岩浆呢？哦，岩浆找到了。哎，好像就没了耶。没啊，很皮耶！他在没了，他很开心的往下当地鼠。所以刚刚杰克打到一只是不是？还是那个地鼠？我打死一只哦，打到十一只，打到十一只，打到十一只，狠狠呢，打死一只哦。哎呦呀，蹦蹦，蜘蛛换成毒蜘蛛，嗯，哦。光碟唱片哦，楼上那个吗？叶卖掉楼上了。嘣嘣，来去躺个床好了。没错，叶妹一直叫。对。啊，这他们有人说一个酷酷很酷的一个东西啊，说如果你。
有那个扶手者的夜市，你去泡岩浆好像会有类似夜市的效果，是真的还是假的？好酷哦！哦，没试过是不知道了。要来 try 吗？好好奇、欸，等等他下次有出现的时候再看看。对啊，我是随时都有一桶岩浆在身上的、啊。我也是，因为太有些垃圾要把它烧掉，对不对？没有，比如说我没有乱丢，帮忙清一下垃圾啊！好脆哦！抱歉，来吃，来吃小鱼干哦，好哥哦，哦，烧一烧，烧一烧。欸、怎么会有河豚在陆地上？有人乱丢是不是啊？河豚哇，这海龟搁浅成这样啊？对呀、啊，我有听到它的声音哎、欸，有我有听到。谁、嗯欸？河豚？它那该不会潜下去，然后就一直在底下，所以然后现在底下一大堆吧？应该没有吧？不会吧？应该不见吧？它只是一个动画消失下去就对啊。一群躲在下面，地表恐怖、欸。底下蛮多那个的、欸，不要追我啦！就在下面啊，地表恐怖、哦。我刚有个人四下就杀了一个人、欸，他就不躲，好恐怖哦！来了，泡岩浆了、哎，来了来了，哦来了吗？泡岩浆有吗？他有出来吗？不知道，但黑黑的，那叫哦，好泡岩浆，哎呦呀！你泡岩浆，泡岩浆，你泡我干嘛啦？你自己过来一起泡的、啊。谁知道你要放这不讲笑？没有想到黑啦、啊，没有啊，哪有夜内是夜市效果？骗子，哪有？他们只想要看你被烧而已。对。我说哈哈哈哈你看他被骗了。干嘛被骗了？看谁赢？哪个讲的？哪个300秒？哎，把分掉。哎，又有了。基岩上，哎，打到了，出现了，岩浆。什么东西啊？他出现了！哇，啊，发现他死掉了、欸。他死了吗？还是他船走了？他是进地狱了。进地狱门了。进地狱门了吗？完了，地狱守卫啊，越来越强了、欸。对，上次拿斧头的。啊对啊。他没有在这里。他整个沉在岩浆里。好、哦。好，那我来整个沉在岩浆里。要求很高，那个锻造彩虹鞭那一关，你直接冲进去就完了。不是你倒在头上那一格就在岩浆里、啊、你说头对啊你就站到台隔壁不是有四格高是啊整个泡在岩浆里啊眼前全部都是岩浆是最好看得到东西啊他可能是说在岩浆里面看起來在黑暗的时候啊搭红了眼阿哉阿哉虽然我觉得声音还在诶、欸、对啊没有啊哪里呀、啊、哎呦哎呦我看到光波喷上来了我被喷了一下但是他在哪里？哦，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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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下面，下面有，下面，祭台下面。嗯，我被喷死了，我被喷三下了，四下了。哦，帅哦！那你也撑的蛮多下的，上一血很多哎、欸。对、啊。他在这下面吗？哦，我看到他了。在底下打他脚吗？打他脚胶？打脚胶被喷死了、哦，原来是哦。哦，原来在这哦。副野，一直跳，一直跳，吵死他。你吹号角了好来了来了来了我没有号角那大字好像哪了不见了对啊这个是那个的声音而已啊大字、嗯、对啊我要去打副本、嗯、不了哎呦哦在这一边好几家楼下是不是有下了有到楼下、哦、因为线条是从地上喷那个斜上喷上来的他刚光波在这边吧对啊你这好像没有啊你家会杀人吗？有啊，有哎、欸，在家楼下，这边下面，嗯，开挖，是底下已经被他们占据了，是挖我是不是？所以挖的挖不下，挖的没看到是不是？应该还要再挖更下去吧。有人要跟我 BBQ 吗、哦？我们穿一排 ，BBQ 啦，换人了 ，BBQ 啦，这次要换谁了 ？BBQ 啦，哪里呀、啊？哎，知道。那他那个其实射很远哦，我看到了啦，在下面啦。哦，原来他躲在这边，他掉下来了。对。哦。哎呦。哎呦。
哇哇哇哇，生成哇，我摔下来了，摔下来了，我摔到隔壁，啊，不好意思，发发了，加冷气，没有没事。然后又升了，又升了，好黑哦！因为他不是说，他不是说负，哎，好多只哦，等一下，不止一只，哎，超多只，哎，好暗哦，好暗哦，好暗哦，哪里啊？哎，是不是这时候就去泡那个岩浆才有用？不知道，超灰搭的，没有啦，他刚刚讲说可能是基岩版才有功能，我说好吧，哦，好吧，好吧，我们不是，好吧，这上不去，挖上去来的，哦，这里啊，哇，他是疯子啊！他是疯子，他一直追耶。对啊，摸一下而已耶。他是疯子，他杀红眼的。有了，哪里啊？我去找他们。就鸡鸡眼那边啊。五下，砍五下就死了。喂、嗯，拜拜拜拜。啊，要来了是不是？因为他附近没有的话，就会再找啊。哦，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嗯。再下再下再下，嗨，爸爸，哈哈，挖甲，又来喽！哦，这边也有，这边也有，哎、欸，下去了。我不敢看，不是中间生的都出来一下而已。哦，你累死了、欸。对呀、啊，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啊、又来了！人形武器还蛮像的啦，它是人形的没错。我、好痛，好痛！哦，哎呦！你一直在吹那个叫他出来，是不是？原来是召唤号角声。哇哇哇！爬灯出来，爬出来，爬灯呢、欸？上面呢、欸？很猛哎、欸！从灯爬起来、欸。嗯？想说，如果我以这样的速度，不知道能不能躲过。可以速速看。应该是追不到吧？他应该追不到你吧？他追不到吧？他走其实没有很快。嗯。欸、我其实血是蛮多的呢，没有，我是有再回，你直接一发再回，哎、欸，我尾刀刀了，他记得我没有帽子啊，爆了，他好没有很久了、欸好，好恶心，好恶心，把全部挖掉。啊、你怎么可以挖？因为我是 TP 进来的，我先挖掉，我先挖掉。哎、啊，我是哎、欸、有经验值哎，我吸透吸透吸透，情绪落差太大了吧？偷吸一下，修个妆，偷吸一下，修个妆，太恶了。好跳跳，没事跳跳。哎、欸，我吸透经验值，跳跳是出完很多次了，跳跳。哦、啊，没有。小团，你要小心哦。那我现在点有用吗？欸、没用。好，那我在旁边看。你要小心哦。好，我会直接出事的哦。啊啊啊啊！哎、欸，看团团，看团，不要看我。哦，多写十秒钟。好，二十五趴。又缩血了。嗷！铁卷怎么跑出来了？我瞎了！团团，团，你怎么这么狠呐、啊？我没有想到我灰了，你就，就，强制！哎呦，又出生又出生了，我要回家了。好黑好黑，爱迷摸爱迷摸，跨步跨步。拢看无啊！看无，我来啊！无，你们有两只、欸，两只，那个桌子、嗯、哦，呀、yeah. ，好，我想去冲撞，可是他站在那里，打他，下面那个挖掉好了啦，死一个了。哎、欸，啊我现在是不是不能放跟挖东西啊？啊、你是自己存出来的吗？
我没有，没有，他死出来了，我死出来的，刚好结束。所以我刚刚什么都没拿到。他这种烂死。就好的。好，谢谢。没有啊。嗯，还是不行。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可以，可以。耶！哇哦！你还没垫东西耶？没有啊。你好敢啊！铲子嘛，可以啦。那把我杀了。哦，来这个给你啦。垃圾吗？当然不是啊。怎么觉得我也是垃圾呢？哦，不用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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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那个十四个现在 也不能干嘛，要累积多一点。那对啊，可以累积起来啊。我再去挖，我先去找，看有没有机会。骇客又掉了一堆东西。哦，也是耶。我时不时丢一下掉落物，是不是？欸，我要看看他挖泥土会多快。很开心耶，我的天哪，啊！我现在铲土机。铲土机，哦，OK 吗？OK。扫地机器人。安排，把它挖掉。嘟嘟嘟嘟嘟嘟嘟，嘿，对耶，这样之后有挖脚脚大赛，我就要拿这把铲子出来玩。挖脚，挖脚脚大赛。那等到这个场地穷变，全部都是雪。然后连虚空，连基岩都是雪，然后就把你挖下去。那你要先挖，那你要挖很深哎、欸。啊，我有翘翅，我先走了。减肥了哦。真的没有要买的吗？我要走喽。超人要走了。了斩人喽！我们要斩喽！嗯，这个盒子里面有一颗钻石，不知道谁的。干走哪个盒子？哎、欸，那个放好久了。啊，你洗能石那些都丢地上不要、哦。阿纪，谁？我？对啊，你家前面的箱子不是洗能石、钻石什么的？哦，丢错的。丢错的。钱包丢错了。嗯，刚刚通通丢在这边。不小心把钞票也丢地上了。说到这个啊，然后上礼拜不是我讲了、就是某风插谷的一颗石头很贵吗？然后因为他最近暑假有复课、就是转到有复课、然后有人转到，然后在他那个在拍卖所只卖了一千万的封币，然后被拉掉了，拉掉。对，就被买走了，就被买走了。他哭了吧？对他、他直接开口说，他说我想了，然后就是有点想不开这样子。那个价值很多，那也没办法，因为你也没办法求偿，因为那是一个正当交易啊。对啊，对啊，对啊，他自己就交易自己放的啊，所以没办法。他就是看错股票的那个低点，然后买高卖低。没错，没错。应该说他已经知道他本来就很高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只卖那个价格。那他的问题吧，他自己有问题啊，那也没办法。嗯，活该。没有，他一定是原本想说，哦，这个听说好像很贵，那我卖个一千万吧。没想到一瞬间，然后结果卖出去之后被人家笑，有没有？要嘛我在猜，就有一些那个之前在玩风之谷的时候，他也会故意弄那种比较前面的那个商店，然后他第一样会很吸引人，就是故意弄一个。很低价的价格，然后用自己的分账去拉。哦，有机会。对，假如有人在盯着那个市场的话，啊、那就完蛋了。因为等级很高，无聊就会一直逛市场在赌啊。那才会不会是想要这样弄？结果不小心旁边有一个人刚好盯着，一点开马上买下去。啊，好难过哦。什么意思啊？那也是没办法。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看到很多那种的、啊，就是各种超贵的东西，然后卖一块钱，然后被拉掉。我就想，这一定是他自己分账去拉的、啊，就是他可以看，他可以看什么历史销售啊，然后去骗一些人可能不懂价格，会点个什么
就是模仿上一个卖家的价格。我说差价、哦。对对对对。可是他有可能是他要把那个装备给其他人、哦，然后没办法交易，然后只对，然后交易、哦。是、哦，你是用这种方式可以用，也有可能。哦，对，就有的只能丢交易所卖，然后就被其他人拿走了这样。对，他有些是只能交易一次，然后他就可能是就用卖的，就是会卖的就不算那个，对，蛮奇怪的。哦，发发有感觉，有玩过、哦，以前有，蛮多游戏都有这样的机制啊，就你不能直接交易要卖的，对吧、啊？哎、嗯，没有，举剑于死，什么了？哎、啊，我又被踢，太我也被踢了，全部人都被踢了，大大的被踢了吧？可是叫我们要提早下班的吗？啊、下班被踢掉了，还批手机的零下这个月的。哎、欸，对，我昨天才上去领，突然想到，哎、欸，对，那我偷偷进看，那我要上去领一下，没事，我被盗了，你还有你还有芭比在啊，没事，不怕我也被盗了，真的假的？我被锁了、啊，就是那个哦，对，是不是 crash？ What the fuck？ 骇客别搞，骇客，这个真的是。我的怕，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状况。出事了，骇客！我连 happy 手都点不进去。啊？哦、oh. 欸，有了有了， oh. 啊、我可以啊，我 happy 手进。干嘛干嘛？发出超可怜的声音。你是超可怜的猫猫吗？你是超可怜猫猫吗？我进来了。啊、你好可怜哦，那你就继续可怜吧。哎、欸，怎么了吗？不知道，就突然 crash, 没有，就突然大家都断了。嗯，回来了，回来了。骇客也被踢了。他是不是就是卖了10000万的那个、啊？啊、你真的把我的故事讲出来了、哦！天哪，怎么可以让我来消费？早把你们踢掉了，统统踢光光，全部踢出去。这个冲的这个台子旁边的箱子东西，应该是没有人要的了吧？没有吧？放好久了，抽久那个箱就公用箱啊。那我把它烧掉。嗯我放一个玉水片在里面嘞、欸。哦，我们玉水片拿走了。你要拿去用，结果是我把烧掉。就是烧掉，这么气、喔。那个修补帽子不好吗？不，那我的，我换下来的、啊。哦，那我拿走喽。好，你拿。你们有人要送那个水晶吗？送水晶，还有那个金、啊、醋。我放里面、哦，你那个，你们可以送水晶。那我。我拿走了，那这个箱子我要弄掉了、哦。好啊，好啊，再见啦！哇，直接烧哦！对啊，我们在清理会场。哎呀，啊，你也把这个给烧了，这里也把它烧掉好了。啊、这个也烧了吧？烧了吧？都烧了吧，有肉也不拿来吃了，刚来吃哦，都留下来肉我拿走了，那烧了拿走。那还有什么要拿？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防爆卷啊！哎、啊，对耶，哇，还有一个生命卷的、哦，这是你放的吧？还有一个，一直多70%的，哎、欸，直接全部给妈妈在身上了，好笑，来分享。杀掉，杀掉！臭哦，天哪、啊！怎么好臭、哦？我刚冲卷啊，只扣两次，我、哦、真给发发的、哦。它只有这一个也会侦测个声音，它不是要旁边有触须才有吗？对啊，不用不用，它是本身就也会。阿发，要、哦、这给你，是什么？酷酷的衣服，自己附魔。它是要站上去才有，是不是？哇，有灯就可以了、啊。可是好像哎，要、欸、是要拿我的剑，对不对？哎、欸，真的哎、欸，
但是站上去才有声音，还要触媒那个传过去给他。这个是那个啦，这个是那个玩家放着他就不会触发了。可是他，我说他的叫声，他的叫声，哦，叫声站上去才会叫。你在旁边跑来跑去都没有什么叫，都是站上去才叫。哦，发发是擦鞋子吗？速度的。对，可是我鞋还是鞋子，你要我鞋子很赞，你看。哇，我看一下。鞋子，阿波兰，要不就还，就看你有没有速度鞋，有要速度鞋我就帮你做。哦，如果有的话，这样我就全身都速度了。最快，最快，最快死的那一种。最快的，最快人，我的超人。嗯，那你的副手嘞？副手有数了吗？有两个。我的副手是我的御水镐，可是它是三个攻击耶。好吧。哎呀，没错，没错了。第一阶段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欧巴。白痴，芝麻在乱弹。欧巴，现在看到我身上有多一把剑。嗯。刚刚那个掉一堆东西的时候捡到的。Over 剑、啊、好，而且还是我的滴滴剑的，哇，真是不错。Over 滴滴剑，滴滴剑是什么、啊？没有，刚好上面的那个命名是跟滴滴有关的。哦，你说刚刚那边捡到的？对啊，刚刚那边捡到的，很 lucky lucky， 我把它摆在我的箱子里。地狱剑剑是什么？幸运剑，幸运剑剑。哦，我听的地狱剑剑。Lucky lucky 了，哎、欸，剑要怎么讲？兽耳的 Lucky 兽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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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耳。哎呀，兽环境不一样，兽环境卡啦，没有吧？卡了，我看，哎，对，哈基跟没有啊，我只没动而已，我只没动而已。我对啊，为什么要两个同时没动？吓死！我在撸猫嘛，很忙嘛。我在看 Tommy， 我在把 V 林叫起来，不然他晚上又不睡觉了。起来！自从你越养的养猫之后啊，那个每次看到他摸那猫，就是像慈父一样的摸。慈父。点了，十点了，好，我到这里了。了你这跑很快、欸，好快的。他现在的装备就是要么四排，要么五排速，快还要更快，快都撞到了。你这个的速度快要是刚刚被我们乱加速的那个速度了。没有，我刚才乱加速很像就是跳帧、欸、就是我一晃，然后他就直接下一格在前面。直接是下一个场景了。对对对对，很可怕哎、欸。烟冷哎。少两个，少谁？少谁？可还有个缺点哦，你们在树上啊？他们有人在哦，对，他们在树上。好高。好啦，今天到这边啦。下一次好像不知道哎、欸，那个骇客说要出来，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好，变高机啊。是我们长腿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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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很多钱呢，给很多赚呢。那是看是要把他之后等他出来的时候把他杀掉，还是要跟他对握手问好也行？对峙，可以拿刀跟他握手。下礼拜记得来看。好，好，好，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刚好了吧，好啦，今天啊不舒服，其实不用担心啦，只是太热而已。那等一下就直接去剪片了，然后晚上会好好休息，也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啊，我没事，我没事。好啦，我们就到这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等一下哦。
好了。哎呦，谁？维斯克洛伊吧？感谢你。好啦，谢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好啦，那我带去尤里台咯，那大家晚安，拜拜。都要关了，要关了。